欢迎来到头大工作室，我是猫妈。我们今天来公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啦，各位 Rush 兔的体验会官方公告啦！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贴文吗？答应各位，如果我们有抽选到的话，我们就会带粉丝一同前往我们的体验会啦，各位，没错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等一下就讲一下游戏规则，我们先来个进入广告吧。想要当宝可梦大师吗？想要一起热血吗？想要一同前往体验会吗？头大工作室邀请您的小朋友一同与我们前往体验会，带给你们小朋友快乐的回忆，让我们在现场一起尖叫，一起呐喊，一起欢乐，一起喊出咔嚓。以下就来讲解我们的游戏规则啦，各位。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，我们的年龄限制是国小一年级到国小六年级，相信各位常常会很多人在讲这是一款小朋友的游戏，因此我们决定让这句话成真一下，好不好，各位。然后呢，当天的部分请看一下详细的报名资讯啊，各位。我们呢，只要有抽选到，我们就会带你一同前往我们的体验会啦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抽到呢，就跟各位说声不好意思啊。所以这一部影片是我们的一个广告预告片啊，各位。希望我们有机会选上我们的体验会，带着我们的粉丝一同前往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到这里啦。喜欢记得按下喜欢，按下订阅，按下赞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各位，拜拜。